Hello， 梨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娜娜 ，C 位出镜就来上镜。18岁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成年的一个起点嘛，你再也不是小孩，然后你变成了一个成人，你需要为自己做的事情、说的话去负责任。18岁就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吗？刚刚参加完高考。我18岁到部队参军了，感到很骄傲。我一直觉得18岁离自己还挺遥远的，还没有要到达的感觉，但是马上就18岁了，所以是有点不可思议。就以前设想的18岁，就是感觉那时候离就是现在的想法还会有一些距离，然后思想可能会更成熟一些。最大的感受还是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吧，恨不得能有这个机会呢，重新回到我们的18岁，我们能疯狂努力啊，或者是能干一个比较有更有意义的事儿。你觉得在70、80后的眼中，00后是什么样子？其实我觉得00后是一群很特别的代表吧，就比较敢去做一些打破传统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，可能我们就是一群比较勇于冒险的小朋友们，更加开放，就是互联网一代嘛，年轻有活力啊。只不过就是觉得现在可能各自玩各自的吧，肯定要更独立，所以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。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蛮值得自己去记忆的，就是我完成了我去年的时候完成了我的第100场音乐会，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场，100多场。但是我觉得这是在我人生中，就是每一个年纪都就累积下来的，可能从6岁开始第1场音乐会，到10岁办自己的个人独奏会，到现在100多场。其实希望这个数字会就是在18岁以后就还是会累积下去。最想对18岁自己说，就是要保持初心，然后继续勇敢的努力冒险下去，因为我觉得00后就是等同于冒险精神。加油努力，继续学习，完成自己的梦想。我18岁有3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是剪短发，就我的工作不允许我剪头发，可能我在拍戏我就得留着长发。再来就是我的家人跟朋友都特别极力反对我剪短发，到这个年纪就人家越不想我做什么就越想剪。第二个愿望是去自己一个人旅行，第三个愿望是开车或是只看我偶像的演唱会这样子。你给自己的18岁送一份祝福？我就送一份比较短小的目标吧，就是把这3个愿望完成，就是送给我自己18岁最好的礼物了。觉得18岁的你会在做什么？打工。为什么是打工啊？要吃东西。我觉得我应该会回到18岁，做好头发护理。我18岁了，想去美国玩。但是想去那边玩，还是想去那边读书？二。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